要飞翔，张开翅膀拥抱太阳，像一道光，勇往直上，跨过山川和海洋，不可阻挡，无论多远，有你在我身旁，不再迷失和彷徨，穿越真正的时光，在等待的地方闪烁着光芒，就像黑夜的星光散落在四方，如浩瀚的海洋，梦想自由的力量，在追寻的路上探索着真相，冲向黎明的太阳，冲破那虚妄，照亮你我的远方。入就是毁了自选听阁的那个人。是的，我很抱歉，这次的事故全都是因为我，所有责任都在我，和其他人没有关系，请阁主您能网开一面，放了无辜的人。汝倒是挺有担当的，不过决定放人与否的并不在汝。可是他夏阳，阁主说话的时候不许插话。无妨，汝要是真的想让吾放了他，倒也可以，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这样吧，就来场赌局好了。赌局？是的，只要汝能赢，吾不但可以放了白质，连汝毁坏的那些藏品也可以一笔勾销。那如果我输了呢？如果输了，汝不但得赔偿那些被毁的藏品，连白质也难逃其咎。此外，吾要汝将这条项链交给我。项链？怎么，汝不愿意？此等条件对汝来说应该是天大的好事才对。我能问个问题吗？您为什么会看上这条项链？汝没有提问的资格。说到底，汝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机会，也是因为吾现在有消遣的心情。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吾给汝三秒考虑时间，若不作答便视作放弃。汝将悉数赔偿所有毁坏藏品，十年也好，二十年也罢，在汝还清之前，白质将一直作为人质扣留在此。什么？白质他？请等一下。三。等等，这次的事情真的和白痴没有关系。二。阁主。一。好，我赌。说吧，要怎么赌？如早该这样做了。一方。是。赌局很简单。看到盘子上的那颗珠子了吗？那是赤血珠，乃是由妖兽怪蛇的妖力精炼而成。届时我会将这颗珠子放进一只倒扣的青玉杯中，并将三只杯子随机打乱顺序，你只要能猜到赤血珠放在哪一只杯子里，就算你赢。怎么样，很容易吧？我听说法术出众的妖类很轻易就能做到隔空传物，而我只是个普通人类，这恐怕不太公平吧。哼，
以汝的处境，还有资格向吾要求公平。不过，为了这场赌局不至于太过无聊，吾可以保证，彼方他不会使用隔空传物之术，而且吾可以给汝三次机会，在三局中，汝只要猜中一局，就算赢。既然没有意义了，那就准备一下吧。一共三局，这是第一局。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吧。好了，告诉我你的答案。我去，就刚才的那种速度，别说是神，恐怕就算是妖怪也没那么容易看清吧。怎么，才第一局就要打退堂鼓了？撞运气吧，至少三分之一的概率。我猜这只。确定吗？确定。很遗憾，猜错了。果然，没那么容易。要继续吗？还是说直接认输？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继续吧。哼，很好。那第二局我就稍微让让你好了，这一次可要看仔细了。好了，猜吧。这一次对你来说应该很容易猜的。怎么感觉该不会使诈了吧？冷静，好好想想刚才有没有看漏的细节。以前听说过一种出老千的手段，庄家在开局前假装将珠子放入其中一只杯子中，但实际上三只杯子都是空的。在多多选定杯子后，庄家再偷偷将珠子塞入另一只杯子里，以造成错选的假象。也就是说，多多不论怎么选全都必输无疑。而如果这次也是这种套路的话，那么破解起来还简单。我选好了，不过这次我想亲自开杯查验。请便。我选中间这只，不过我们换种方法验证吧。先来看看左边的杯子，珠子不在左边，接下来我会翻右边的杯子，如果连这只里也没有的话，这不可能。你是不是本来想说，这两边的杯子都没有的话，就算中间的茶杯不打开，也能确定珠子在里面？可惜啊，耍小聪明失败了。
第二局你又输了。失策了，也许从你开始，这就是个陷阱。怎么办？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吗？第三局，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准备好了，就开始吧。是放弃了。杯子里的确是有东西的。这最后一局的答案你可想好了？三只茶杯，每一只里都有吃血柱的妖气，这怎么可能？给你考虑的时间足够多了。好了，做出你的选择吧。看运气了。汝的运气着实不佳呢，三局都输了。既然赌局已败，那么依照约定，汝的项链吾就收下了。依照清单所示，这次汝所破坏的藏品折合人类的货币预计价值10亿，汝在有生之年就慢慢还吧。等一下，怎么输了想要耍赖吗？输不起的人吾见过太多了，想不到汝也不能免俗。只可惜在吾这宝岩阁里，这套把戏可行不通。放心，我并没有打算否认刚才的赌局，我只是想和您做笔交易。交易？说来听听。对于网络世间珍宝的宝岩阁来说，比起金钱的赔偿，难道不是获得价值相等甚至价值更高的珍品来弥补这次的损失才更合算，不是吗？话虽如此，但汝有吗？话说回来，如果汝用怀里的那颗玄武珠来赔的话，或许可以减免一些赔款。很抱歉，这颗珠子是别人借给我的，我不能拿它来抵押。不过我确实有样东西可能比玄武珠更有价值，一个百年难得一遇的拥有无色属性体质的人，这样的赔偿品足够了吧？汝是想拿自己来赔偿？是的，10亿我赔不起，我能赔的只有这条命。我愿意把自己卖给您当做补偿，但相应的我需要您放了白痣。汝知不知道汝会遭遇怎样的后果？卖身于地下世界的人类无异于奴隶，汝的人生从此不再属于自己，这比死还痛苦。相对来说，汝在外面的世界挣钱偿还还比较舒服，
汝真的想好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还没有卑劣到要让无辜的人替我在这里遭罪的地步，所有的事情都是因我而起，就让我一个人负责到底吧。江阳，不要啊，千万别做傻事，妖类的世界你不懂，一旦卖身你的人生就完了。我已经决定了，您觉得怎么样？这笔生意对您来说应该非常划算才对。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像汝这样奇怪的人类，吾还真的是第一次遇见。汝的魄力，吾很欣赏。作为奖励，吾可以再给汝最后一次机会。吾可以放了白质，甚至如先前答应汝的那样，免去汝所有的赔偿。只要汝能在这场决胜赌局中赢下毕方，形势与刚才三场相同，只是这次的赌注不是项链，而是汝这条命。怎么样，敢赌吗？江阳，别！我答应你，只要你放了白质，你想怎么赌都没问题。很好。既然汝这次押上了更大的赌注，那么吾也会拿出相应的诚意。听说这次汝来此的目的是为了神明的力量。阁主，难道您想只要汝这局获胜，吾将如你所愿，吾会给予汝祝融之力。祝融之力？阁主，此事非同小可，还请三思。无妨，这次就用祝融之力作为他获胜的额外奖赏。可是无意已决。怎么，难道汝还对此次对决没有信心不成？属下不敢。那就开始吧。准备好了吗？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可要看好了。这一次的最终局，你考虑清楚了？告诉我你的答案。原来如此。选好了，就这只吧。你确定吗？确定。你开吧。既然什么都看不清楚，那不如就交给老天决定吧。哼，不知道老天这一次会不会帮你呢？很遗憾，老天并没有开恩，珠子并不在这里。哦？真的不在吗？怎么？还不允许我查验吗？如你所见，赤血珠并不在你所选的茶杯下。
胜负已分，又何必多此一举？很多时候，眼见可不一定为实呢。既然是赌上一切的命运之局，那我慎重一点也没什么错吧？还是说，你怕我查出点什么？毕方，让他验。给你三分钟时间，要是到时查不出什么，你应该知道会怎么样。放心，用不了三分钟。妖气在，那东西也就必然存在。说到底，也就是这么个简单的小把戏。看来你的结界在凶兽之力的面前并不怎么牢靠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让三颗赤血珠全部现形。其实一开始我以为你是和那些狗血古装片里的骗局一样，用三只空杯子玩障眼法，结果你的确是玩了障眼法，但方式和我想的正好相反。我的感知并没有错，三团妖气，三颗赤血珠，只不过每颗赤血珠都被你罩了一层隐形结界，所以不管我选哪个杯子，看起来都是空的。你只需要在开宴时随便撤掉一个珠子的结界，就能制造出我选错的假象。刚才最终局开始前，你特意绕开了离你最近的杯子，舍近求远，拿了最远的那只。如果三只都是空的，拿哪只都无所谓吧。你之所以要拿远处的那只杯子，是因为你心里清楚，只有最外边的那只才是真正的空杯子。不得不说，你考虑的还是很全面的。虽然珠子隐形了，但是实际还是在的。为了避免让人听出三颗珠子的碰撞声，你故意在移动杯子的时候让杯子相互撞击，混淆视听。不过也就是因为你的过分谨慎，反而给了我意想不到的生机。你知道我有凶兽之力，所以担心我会用妖气感知的方法辨认出赤血珠的位置。基于这一点，你才会用三颗赤血珠来干扰我的判断。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只要我识破你的伎俩，那么不管我选哪个杯子，这场原本必败的赌局就成了必胜。很遗憾，这场你们精心设下的死局终究还是被我破了。果然同样的手法骗不了你四次，不过有一点你猜错了。如果真的想置你于死地，那么一开始我们就不会选用散发着妖气的赤血珠，甚至都不会开启这场赌局。抱歉阁主，属下办事不力，这一局是属下输了。既然胜负已分，那么愿赌服输，吾将兑现诺言。你们先下去吧。如先前无所承诺的，如所损坏的藏品债务一笔勾销。此外，吾也答应过会给予汝助荣之力，但在这之前，吾想知道
汝要助荣之力的用途。一定要说吗？汝应该听毕方说过，若想获得大妖或神明之力，首先得由他们判定汝是否有获得力量的资格，而眼下的判定者就是吾。上前来。吾乃火神祝融，汝所祈求的祝融之力便是吾的法力。现在汝可以说了吧。其实是饕餮让我来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原来如此，饕餮这小子算盘打得还真精呢。知道他为何特意让汝来要祝融之力吗？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原本以为他就是故意交给我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让我不要跟去。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吾不清楚，但他指明要吾的法力可并非没有缘由。祝融之力乃天界异火，除了能驱恶辟邪之外，还具有聚集精魄之功效。聚集精魄？是的，听汝所言，汝的友人有半数残魄散逸在深山之中，想要找回就必须给残魄指明回归的方向，而吾的火焰对于迷茫中的残魄来说便是一个最强有力的方向标。也就是说，我只要在文海阁出事的地方释放祝融之力，就能找回他的残魄。理论上如此，但祝融之力的聚魄效果有一定范围限制，只有先确定残魄的大致方位后使用才能收效。而且吾这次给予汝的法力也是一次性的。对于常人的身体来说，哪怕吾的力量稀释到极致，亦是无法消受的。不过你的体质特殊，再加上先前被外面的寒冰湖水浇灌过，反倒是具备了抵御祝融之力副作用的力量。只不过你的修炼底子太薄，不能承受过多。吾这次借汝万分之一的力量，而且只能使用一次。寒冰湖，原来如此，难怪那湖水冰冷成那样。之前我力量失控，该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届时汝能确认有人残破的方位后，便可在心中呼唤吾的名字，力量在使用完毕后便会消失，机会只有一次，切记。我明白了。听说这条项链是汝一个重要的人赠予的。是的，这是师父送我唯一的礼物，可惜我不小心把坠子弄碎了，要是被师父知道了，非骂死我不可。师父？如果不是因为我师父，我也不可能活到现在。只是他五年前就抛下我云游四方去了，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原来如此，汝就是当年那个。汝可知道这条项链是什么来历？师父只说过，项链上的坠子叫电光石，除了能产生电流之外，还可以分离我的一部分精神力保护我。您好像很在意这条项链。那颗坠子才不是什么电光石，如果吾没猜错，那应该是雷鸣石，是一种传说中能辟邪镇魄的神物，而且传闻这种石头还能掩藏人的命格，躲避幽冥界的追踪呢。掩藏命格？原来如此。之所以十年来幽冥界没有找上我，
原来就是因为这条项链。等等，那这么说来，师父当初给我这条项链，其实就是怕我被幽冥界带走。他其实知道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听汝先前所说，汝此次要去的可是元秋山一带？啊，是的。吾有听闻，那是一个不祥之地，近年来在那一带失踪的人不在少数。据说树林中藏着一口连接着幽冥的黄泉井，若有生人靠近，怕是有去无回呢。尤其以你现在的状况，此行还望多加小心。嗯，我知道了，谢谢你。既然汝已得到吾的力量，那就退下吧，吾也有些乏了。那条项链上残留的气息，应该就是那位大人的吧？应该没错。看来你还是相当顾念旧情，不然也不会对那位大人的徒儿如此手下留情。此次特意安排的赌局测试结果，你还算满意吗？除了修炼不够之外，其他基本素质还不错，至少是个敢做敢当的孩子。那个人也算收了个好徒弟呢。只不过他这一生，怕是要经历不幸和坎坷。那个人当年救下他，究竟是福还是祸呢？师父，当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您究竟知道多少？您现在又在哪里呢？打听一下的话，总会有线索的吧。师父会去的，也就那几个地方。江瑶，你没事吧？阁主没对你做什么吧？我没事，阁主已经按照赌约免除了我的赔偿金，而且还给了我助人之力。这次真的不好意思，把你也牵连进去了。没事没事，这事也不能怪你。啊，对了，你见到阁主本人了？他怎么会有助人之力的？啊，我也是隔着帘子对话的，没见到他本人。至于助人之力，那是他的珍藏之宝，这次也只是临时借我用一次而已。哦，原来如此，阁主果然神通广大。哎呀呀，我说什么来着？小瑶果然是有实力的，才半天就完成了你的任务。看来这次打赌是你输了。哼，运气好罢了。不过这次他的收获怕不只是祝融之力而已。哦，我看看。真是奇了，才半天的时间，他的修炼水平竟然上升得如此之快。小瑶，你在宝岩阁究竟经历了些什么？这个嘛，一言难尽，我们边走边说吧。哦，寒冰湖，原来如此，难怪你能承受祝融之力，修为还精进得如此迅猛。你小子这次可是赚大了啊！我这次可是因为淋了湖水着了凉，才让妖力失控闯祸的。你小子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知道那湖水什么来历吗？那可是由天界雪山的千年寒冰融化而成的，对于妖类虽然没多大用处，但对于人来说，那可是辅助修炼的珍品。你淋了湖水后，是不是觉得体内出现了一股寒流？嗯，是的。那就对了，那就是寒冰湖给你的能量，它能疏通你的经络，辅助你控制体内的妖力，使你的修炼速度和效果成几倍速度提升。
那可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东西啊。一般来说，修炼者会在沐浴时滴入几滴寒冰湖水，浸泡时运气修炼，可以让修炼效果提升三倍。而你这次直接被湖水浇了个彻底，药效一下子过猛，才会让你的身体产生应激反应，导致妖力失控。不过也因此在你的体内形成了寒冰湖水的寒流，今后即便不通过湖水浸泡，也能随时随地加速修炼，甚至在睡觉时也能无意识地进行。真的假的？说真的，你真的该好好谢谢那位宝岩阁阁主。知道市面上一毫升的寒冰湖水卖到多少钱吗？不知道。1000万。而且宝岩阁门口那池湖水可是非卖品的。你被浇的这身，少说也得值几十个亿吧。几十个亿。这次你既然得到了寒冰湖的辅助，修炼水平也总算达到了最基础的程度，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尝试收一些式神了。不过在最初的阶段，你能容纳的式神数量不多，目前看来除了你已经得到了祝融之外，最多还能容纳一个。后续提升修炼等级后，你能得到的式神数量上限也会增加。当然在式神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一些不太用到的式神力量也可以解除，以便容纳新的式神之力。是什么？我看到宝岩阁里是有租借的，但价格好像还挺高的呢。收式神也是要看缘分的，有时候并非一定要通过买卖来完成。此去深山风险难测，作为你的朋友，我就稍许借你点力量吧。我已将我的部分力量借给了你，需要时你只需在心中呼唤我的名字，我的虚像便会出现，助你一臂之力。不过由于你的修炼等级比较低，我这次能借给你的力量也非常有限，目前我的虚像也只能帮你做些基本的治疗，以后等你修炼到一定程度后，我再给你更高级的力量。真的是太谢谢了。不用客气。这是融魂瓶，你在用祝融之力寻回周文海的残魄后，就用这个瓶子带回来吧。这次去元秋山，我恐怕无法陪你们了。这次你不一起去吗？周文海这边总得有人照看着吧。而且虽然我因为喜欢人类社会而帮了灵玉台不少忙，但作为我们一族的中立立场来说，要是太明目张胆地涉足人类与妖界的事物，恐怕青丘山的那帮老家伙们又要在我耳边啰嗦很久了。此行你们自己要多加小心。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文海哥的残魄带回来的。稍微休整准备下，下午就出发。行程方面，陆静怡已经安排好了，到了那边有人会接应。周文海那边交给您了。这几天我会留在周家看着周文海，但只要他三姨的精魄一日不寻回，他就一日醒不过来，身体也会逐渐虚弱，我的法力支撑不了多久。希望你们去出事地点带回残魄的时间别太晚。出事地点，散逸的精魄。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晚上18点整，飞机已经降落在泉城机场，外面温度15摄氏度。加油！这里，这里！太慢了。你当旅游呢？我们这次可是赶时间。哎，
人都到齐了吗？哎，快上车，快上车！从这里开到离袁琼山最近的村子还有3个多小时呢。啊，好的，不好意思，这么磨蹭。不会吧，收益花了吗？哎哎哎，怎么还不上啊？干活他妈加钱了啊！马上。舟车劳顿来到咱这小山村真是太辛苦了。尝尝我自己酿的酒，这香味啊可不输茅台啊。啊，多喝点来。李村长，我真的喝不下了。这位女长官，我敬你一杯。李村长，您太客气了，我不能喝酒，就以茶代酒吧。哎呦，长官好酒量啊！要不咱再来几瓶？再喝下去，有些人该撑不住了。明天还要早起进山呢。哦，对了，正好向您打听个事，前阵子。好像有人在袁秋山一带出事了，这事你有听说吗？袁秋山一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前几天还有警察来问话呢，好像失踪了两个，昏迷了一个。说起来那一带的山林邪门的很呢。前几年出了个事儿，那边山体滑坡把一个小村子给埋了，整个村都没了。救援队去的时候连房屋都找不到了，就见到一大堆土。哎呦，那可叫一个惨呐。从那个时候起啊，那一带就不大对劲儿了，老是有人进山后失踪。这深山那么大，就算搜山都找不过来呀。再后来这事儿就越传越玄乎了，各种传言都有，搞得人心惶惶的。那个被埋的村子叫什么名字？叫赤什么来着？哦，对了，叫赤泉村。赤泉村啊，那片林子诡异的地方还不止这些呢。听村里老一辈的人说，那带林子最里边啊有一口黄泉井。传说呀，古时候老有妖魔鬼怪从井里面出来害人，后来被高人给封印了，这才消停。你们这次进山呀，可千万别进得太里边，很危险的。黄泉井这个事儿我记得祝融貌似也提过这个，会不会和文海哥的事有关？长官，你没事吧？啊！今天要不就先到这儿吧，我们也该休息了。好好好，那大家都散了吧，不要打扰长官休息了。来来来，我给你们带路。咱村子的客屋啊比较简陋，今天就委屈三位了。女长官住西厢单间客房，两位男长官就将就一下啊，一起住东厢客房吧。有啥需求随时叫我啊。行，麻烦你了。走回去了。真搞不懂你们人类社会所谓的人情，把自己喝成这副德行，像我们妖就不来这一套。来，
把这颗活气散吃了，解酒的。嗯，谢谢。吃完药就早点洗洗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我就先回房了。哎呀，喝不了还要硬喝，你这就叫做自作孽。我怎么可能有事？那点儿都不够我填牙缝的。啊！地图上红点位置是发现周文海的地方，距离这里约5公里左右，而边上那一大片，应该就是刚才村长所说的林子。看来我明天只能走路进山了。那到了红点位置后，我们用什么方式找线索呢？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先在周边查探一下。说不定有线索。一般来说，山林里人虽然不多，但却是精怪们的修炼圣地，到了那边总能抓到几个打听情况。这也是个办法。哦，对了，关于李村长说的黄泉井你怎么看？是不是这个黄泉井我不清楚，但关于赤泉村我倒是听说过一些。你们人类以前的古籍之中曾记载过一个神秘的部族，名为不死民。相传这个部族里的族民因为吃了不死树的果实，喝了赤泉水，而个个长生不死。而这条传闻中能让人不死的赤泉，就曾在元秋山一带。元秋山赤泉，赤泉村，难不成那个被掩埋的村子和不死民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不知道，反正我就从来没见过长生不死的人类。而且在传说中，那些不死民因为违逆了天道受到了惩罚，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连赤泉和不死树也相继干涸干枯，于是不死民的传说也就真的成了传说了。赤泉村，不死民，黄泉井，我总觉得这些传说和文海哥出事有关系。如果能有更多的消息就好了。对了，你不是从上古时代就一直活到现在吗？那么对于这些古代传说，你应该有更确切的消息吧？千百年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我哪会一件件记得那么清楚？再说了，我也不是一直活着的状态。对于我来说，时间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长河，千百年来很多人和事来了又去，遗忘也就成了必然。说不定百年之后我也会忘了你。难道你就没有遇到过一个让你难以忘怀的人吗？也许有吧，可惜我忘了。
别打，别打！说，是谁？你们别打我！干嘛在长方面的院子里鬼鬼祟祟的？别打我！啊，说！乡亲们，误会了，我这不是贼啊！我，文涛，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啊！小杨，你快和他们解释解释吧，我都快被他们打死了。看来是一场误会。这位是我们的同事，只是过来找我们而已。哦，原来也是位长官呐、啊，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打扰乡亲们休息，真是抱歉了。时候不早了，他的事我们自己安排吧。行行行，走吧，走吧。小杨，轻点儿。轻点，都是你自找的、谁让你自己跟过来、还有之前我在机场看到的人影就是你吧？这那个就算是又怎么样，你不是也瞒了我很多事？我已经知道了，我哥醒不过来是因为丢了精魄，对吧？你在说什么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别动，轻点，别撞了。你们之前聊的，我不小心听到了。事情我都知道了，连小姚你都跑来这里想办法救我哥，作为亲弟弟的我，又怎么能够袖手旁观？你们就带我一起去吧，求你了。哎呀，求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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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情况不一样。山里很危险，情况也不明了，你应付不来的。而且你爸妈也不知道你来这里吧？要是连你也遇到危险的话，他们该怎么办？快回去吧。江瑶同学，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请你不要再拿我爸妈来压我了，好不好？再说了，你的身手也只不过比我好了那么一丁点而已，我应付不来，你就应付得来了？我至少不会落到被村民逮着一顿打、行了，少贫嘴了，今天你就待一晚，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让伯父来接你。江瑶，我和我哥是双胞胎，不是都说双胞胎之间有心灵感应吗？如果我哥的精魄真的落在了这里，那我说不定可以感应得到啊。再说了，为什么这次连他都可以去而我却不能去？这不就是上次在咖啡厅看上你的那个美女吗？你连你的小女朋友都带上了，凭什么不带我？什么跟什么？他是这次进山的向导，他不是我的。我不管，你甩不了我的，你去哪我就跟去哪。喂，你是小学生吗？别闹了。哎呀，我的头，好痛啊。好晕，我都快死了，你都要放下我不管吗？我的头。看他这副样子也没办法放着不管，不如就带上他。啥？别开玩笑了。我觉得吧，他说的有点道理，山区的范围太大，要找那东西肯定很费时间，如果有双胞胎弟弟在的话，说不定真的能帮上忙。可是山里太危险了，他一个普通人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不还有我们吗？而且你以为你真拦得住他？哎呀，我的头！与其让他自己一个人跟过来，好疼啊！不如让他和我们一起，以后有个保护。真的没问题。他还不知道有妖类世界的存在，我们的身份他也不知道。要是到时候你和妖类交涉，甚至遇到危险发生战斗的时候，这些秘密不就暴露了吗？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别忘了陆静怡他们是干嘛的，到时候啊。交给他们善后就行了。
这次的时间紧迫，周文海撑不了太久的，我们得抓紧了。好吧。嘿，小杨，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哦，对了，我这次还开车来了，就停在村子外面。明早我们开车进山，也好节约点时间，怎么样？哎，长官们，不好了，村外有辆车突然炸了。什么？该不会是我的车吧？喂，我去，真的是我的车。等等，先别靠近。这是文涛，这次还有其他人跟你一起来吗？没有啊，就我一个人跟来的，而且我下车时明明锁好了车门，不可能有人在里面的。哎，快快快，哎，快！不管怎么样，哎，先灭火再说。是吧？要是火烧到林子里就糟了。快快快！哎，还有事儿，这边还没灭干净。好。哎，这还有火苗。哎，给检查一下。哎呀，好险呐，这要是一发山火，那事情可就闹大了。哎，行了行了，还有这血迹是没事了，给我下来。走，上去看看情况。还好没人。这是爪印，而且这条血迹又是怎么回事？这难道说是野兽干的吗？这恐怕还不是什么野兽，这血里面有瘴气的味道。瘴气？我记得九牙曾经说过，瘴气是由斗魔之物产生的，难道说是斗魔的怪物袭击了这辆车？有可能，不过斗魔之物向来只在三界缝隙中游荡，很少有机会来到地界，目前这种情况的确不太正常。最近村子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反常的事？反常的事儿啊，前几天村里养的羊被野狼咬死了几只，这算不算？野狼？其实咱们也没看到，只是早上一起来发现村子外围养的羊一夜之间被咬死了好几头，有些被吃的只剩骨头了，这只可能是野狼干的吧。啊，说起来也奇怪，这附近山里那么多年都没有看到野狼了，咋就突然冒出来袭击村子了呢？出事的羊圈还在吗？带我们去看看吧。啊，好。哎，就是这儿了。出事后啊，咱们把羊圈又重新修葺了一番。哎，围栏搭得那么高，野狼应该进不来了吧？这爪印和文涛车上的一样，看来也是同一种生物搞的鬼。如果今晚不是他恰好引爆了外面的车，受伤逃走了，怕是会再次进村，袭击的也恐怕不只是羊了。两位长官，难不成这袭击羊圈的不是野狼？哎呦，难道说前两天的那两个人说的是真的？那两个人，还有人发现了羊圈里不对劲吗？哦，是的，前两天有两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一男一女路过我们村，看了羊圈后也说这恐怕不是野狼干的，但问他们究竟是什么干的，他们也不说，所以咱们也没当回事儿。深蓝色制服，李村长啊，那两个人
现在去哪儿了？他们呀，好像立马就去山里了。至于具体去哪儿，他们也没说。看来已经有人先行动了，不过这村子的情况也没办法不管。去把你包里那堆石头拿出来吧。啊，可那些是……哦，好吧。李村长啊，我就实话实说了吧。这情况呀，怎么样？可麻烦了。啊，这袭击杨俊和车子的，的确不是野狼，很可能是受了辐射的变种野兽。你们最近可千万别去林子，晚上也尽量待在屋子里，别出去。万一那东西袭击人，可就糟了。哎呀，那可咋办呀？啊！哎，你放心，咱们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事情的。这石头啊，是我们国家特制的，专克变种野兽。只要把石头沿着村子边缘撒一圈，那东西就进不了村，你们就安全了。哎呀，原来是这样，我马上派人去做。谢谢谢谢啊，按长官说的办啊。好的，真是太谢谢长官了。不过，这变种野兽的事属于国家机密。你们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不然……不说，绝对不说。你放心，我可以保证，咱们村里的所有人都不会说出去半个字。最近山林咱们也不去了，一切听从国家的安排啊。那就好，时候也不早了，就散了吧。明早我们进山，一些口粮的准备工作就拜托您了。口粮？我明白了。好的好的啊，我马上让人准备。过来过来啊，听我跟你们说。所以你清掉我的结界石，就是为了腾地方给你装吃的。那些石头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宝岩哥收来的呀，有了它，我们才能在深山里安心露营。现在倒好，全都送人了。比起我们，这些普通村民才更需要结界石吧。谁知道那怪物会不会再回来，到时候万一出了事可就麻烦了。而且这山里恐怕根本没东西可以吃，要是不带点食物呢，那两个人可撑不住。不可能啊，山里野兔野鸭多的是，怎么可能没吃的？如果有，那怪物还会冒险来人类村子找吃的？元秋山恐怕已经出事了。昨天的血迹到了林子里就看不太清了，我也无法确定那怪物还在不在附近。总之，大家一切小心。就是这儿，我听当时负责的警官说，我哥当时就倒在这片密林边上。我哥的车原本停在前方不远的地方，据说是通过车上的定位系统先找到车，再发现我哥的。这片树林怎么感觉阴森森的？怎么了？没什么，突然觉得这里有点眼熟，
总之，先在这里找找线索吧。话是这么说，但要从哪里找起呢？嗯，这是什么？啊？这是荧光剂？这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啊，说起来，那天我哥身上好像带着荧光剂，好像是他的项目工程上正好要用到的。这，该不会就是我哥留下的吧？这几天山里好像也没下雨，当时留下的痕迹保留到现在也是可能的。不过毕竟已经过了几天，痕迹很淡了，怕是没办法当成线索了。如果要还原痕迹的话，我倒是有办法。这是还阴粉，能短时间显现衣桌内残留过的痕迹，说不定真能还原出当时郑文海他们留下的线索呢。哇，这什么东西这么神奇？这个，我猜这些脚印应该就是文海哥他们当时留下来的吧。不过有地方很奇怪。是吗？哪里奇怪了？当时文海哥的身边应该只有阿奎和老七两个保镖，一共三个人才对，可这脚印却有四对。多出来的那个脚印是谁的呢？会不会是警察留下的？应该不是。幻影粉显现的痕迹会根据时间的远近显露深浅，这些脚印和荧光剂是同一个深浅度，应该是同一时间留下的。那好办，我们沿着这些痕迹走下去，说不定就能找到周文海他们当时的出事地点，只要这些痕迹不断的话。不过到了树林里面，你们可要当心了，这林子比我原先想象的要更棘手。是因为逃进林子的那只怪物吗？不止。难道你没发现这片林子安静过头了吗？啊，总之先进去看看吧，我的幻影粉能维持的时间不长，我们得抓紧时间了。你不是说过深山老林一般都是妖类的修行地，这片林子里也有吗？还没发现。不过我觉得就算这里以前有妖类，现在也不会在了。为什么？有谁会在有瘴气的林子里修炼呢？瘴气？难道说那墓在附近？说不准，瘴气很微弱，无法具体辨别方位，但这点瘴气也足够对生物造成危害了。你有祝融之力，不用担心被侵蚀。不过前面那小子你得看着点，在你身边的话还好，要是离你太远，恐怕多少会受瘴气影响。怎么了？糟糕，痕迹被山土覆盖了，这下就算是幻影粉也没办法了。怎么办？走哪条道？那是什么？不好！没事吧？怪物，走啊！快走！断了都死不了。
不住他，你们快跑！饕餮，你的脚！听他的，赶快走！我们在这里也只能当累赘，他不会有事的。这边，快！看不出这小子跑得还挺快的，一会儿就没影了。哼，我就说怎么觉得这林子里的气息有点熟悉，原来是你啊，玄明。一个世纪未见，想不到你还记得我。进那片林子前还真差点忘了，一百多年前的事谁还记那么清楚。我倒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上一次见面时你还只是一个少年的模样。说起来，上次从我这儿取走的血肉有救到你想救的人？是吗？我还以为你这次来是和上次一样的目的呢。我的确是来救人的，只不过这次要找的不是你。说到这个，你这林子是怎么回事？弥漫着瘴气不说，这堕魔怪物又是哪里来的？这不是堕魔的怪物，而是从地下逃出的被瘴气感染而魔化的他们。你指的是他们竟然苏醒了？是的，有人破坏了我们当年加固的封印。自从前几年山体滑坡后，瘴气就开始逐步泄露并蔓延，而我也开始发现他们苏醒的痕迹。虽然我一直在控制他们不逃出去害人，但现在我有些力不从心了。照你这么说，原来林子里瘴气的源头是那个东西吗？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麻烦就大了。这件事妖神府那边有察觉吗？妖神府的情况你也清楚，内斗还来不及，就算有所察觉，又怎么可能有势力愿意趟着浑水？更何况我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存在。这次进山只有你一个吗？不，还有两个人类和一只妖。我想你恐怕没时间和我叙旧了。逃到这林子里的他们不止一个。来着，小妖，我不行了，我跑不动了。那个怪物很可能再追上来，被抓到就完了，再坚持一下啊！走，小妖别管我了啊！快走吧，我真得缓缓。说什么傻话呢？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白志，我们一起帮忙。白志，白志，文涛，之前看到白志了吗？啊，刚才还看到白志姐姐在后面啊。糟了，难道白志姐姐她被怪物？不可能啊，我没有看到怪物跟过来啊。你真的别管我了，我就找个地方藏好，怪物找不到我的。你快回去找白志姐姐吧，我在这里等你。不，你不能离开我身边，你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会儿一起找，希望那怪物没那么快追来。刚才那个
到底是什么东西？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妖怪？这个世界原来真的有妖怪。说起来，小妖，你怎么那么淡定？好像完全不惊讶。这深山老林的，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你就别想太多了。啊，刚才那位大师不是说了吗？那是变异的野兽而已。什么声音？不会是怪物追过来了吧？这是尸体滑坡，走啊！啊！江瑶，不管怎么样，时间紧迫，必须尽快完成那位大人交代的事情。这个位置应该正好。算赶上了，这瘴气啊！对了，把碧气珠含在嘴里的话，就能免疫瘴气。是，旁边有个石洞可以躲，不然就真的完了。现在怎么办？路没了，也没法回去找白雉姐姐和饕餮大师，连行李都不见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反正不能一直待在这里，来，脚下的土还很松，怕是还会有山体滑坡。先离开这个地方再说。小夏，走。小瑶，你听，那边好像有水的声音。
还真是，如果是山泉的话，说不定能顺着找到孙子。走，去看看。嗯，看到了，看到了，真的是山泉哎。太好了，终于得救了。我们等会儿往下游走吧，希望能找到落脚的村子。嗯，你在听吗？哎，逍遥，你怎么了？上去看看。是谁？对不起啊，打扰到您了。我们是来山里旅游的，一不小心迷路了。刚才看您坐在这里，还以为原来是这样。俺进山砍柴有点乏了，所以在这儿休息休息。看来是吓到你们了吧？你是？哦，老伯您好，我和他是一起的，我们半路上遇到了山体滑坡，和同伴走散了，行李也丢了，正愁着呢。见到您真是太好了。能在这儿遇到俺也是缘分。就让俺带你们去村子里落脚吧。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太好了，谢谢您。对了，老伯，你怎么称呼？俺姓黄，村里人都叫我黄老头。太阳快下山了，两位在林子里游荡可危险嘞。老伯，您经常来这个林子里吗？就是偶尔过来砍砍柴。那最近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奇怪的生物？奇怪的生物好像没有，俺一般也不会去林子太深的地方。这样，那最近有没有遇到过像我们这样迷路的游客？俺最近就只见过你们两个外人。看这林子外就是咱们村了。真的有村子啊。那个黄老伯，我有点内急，去边上上个厕所。我也去一下。问题，咱们不能去他的村子。怎么了？你察觉到什么了吗？他不是说最近没见过别的外人吗？可是我刚才不小心看到，他腰上别的短棍是我家保安队特制的电棍。什么？你没认错吧？绝对不会认错。和我哥一起失踪的阿奎和老七，他们就带着这种电棍。现在出现在那老头身上，说明他肯定和他们有接触，他在说谎。你的意思是，他是从老七或者阿奎身上抢来的电棍，所以跟文海哥失踪遇险有关系。但也有可能，他只是碰巧在山里捡到了这个电棍。反正我觉得他有点可疑，不如我们……那个，黄老伯。你也来上厕所吗？
俺就是看你们去了那么久，担心你们迷路，所以过来看看。差不多咱们就走吧，也快到饭点了。哦，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就过来。天快黑了，再在林子里磨蹭也不是办法，不如先跟着他见机行事，说不定还能找到老七和阿奎的线索。好吧，也只能这样了。咱们村的人对外人比较谨慎，进了村后你们就住在俺家吧，切记不要随便在村里乱走，要是惹上什么麻烦就不好办喽。嗯，就是俺家的房子，就俺一个人住。晚上你俩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吧。这村里，也就是俺愿意接待外人。不过，俺还是得再关照你俩一声。到了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出门。哎，为什么呀？就甭管那么多了。这是为了你们好，俺给你们准备了点吃的。村里条件不咋地，你们就将就将就吧。哦，吃完早点休息，记住了啊，晚上别在外面乱逛。嗯。小妖，现在怎么办？说实话，这里的东西我都不敢吃。到了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出门。听这语气，好像晚上一定会发生什么。不管怎么样，既然有住的地方，就先休整下吧。顺便找找看，有没有文海哥他们的线索。啊，对啊，刚才那老头说，村子里只有他接待外人。如果我哥他们跟他有接触，说不定这屋里会有线索。屋子里灰尘很厚，可床单上却是干干净净，说明有人不久前在这里临时落过脚。那老头还说最近没见过外人，他果然在说谎。哎，你说我哥他们会不会之前也像我们一样留宿在这儿，然后被……没证据前别胡思乱想。文海哥身边跟着的还有两个身强力壮的保镖，应该没那么容易被暗算的。奇怪，床右边积灰很厚，左边却没什么灰尘，像是有人特意打扫过这一块一样。哎，屋子也不大，不会特意只扫这一小块吧？这么做一定有什么原因。好像是水晶，这水晶难道是……看来有灵异绅士来过这里，但怎么会把那么重要的身份标志落在床底？
还有那块特意打扫过的地方，是不是为了扫除什么遗留的痕迹？小妖，你看他们，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抬的是棺材。小妖，之前那老头说的动静，该不会就是这个吧？应该是的。我们现在既没武器，又饿着肚子，根本打不过那么多人。安全起见，还是先别跟出去了。倒是可以趁全村人不在，溜进那老头的房间，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好像没人，走。进去看看。武器和装备都丢了，点油灯的话又容易被发现。哎，你不早说，我有手电筒啊。再怎么说也是进山探险，我怎么可能不做准备呢？这是我家研发的多功能手环，自带强力手电，持续开个三天三夜都没问题。给，带着吧，我这儿还有备用的。没想到你小子有时候还挺靠谱的嘛。像是村里的东西，要打开看看吗？嗯。啊，小瑶，我真觉得咱们是入了贼窟了。你看，全是外国文字。肯定不是那老头自己的，搞不好这地方就是专门坑害外来游客谋财害命的黑村。哎，小妖，你看这里还有张地图。哎，这地图你看得懂吗？不太懂，不过从方向上看，村庄旁边的阴影指的应该是树林。嗯，那里面的五角星呢？旁边还用红笔圈出了一片，打了几个红叉，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别管那么多了，那这压缩饼干还没有过期，先垫垫肚子。你怎么了？屋子里竟然还有密室啊！那老头果然不简单。密室吗？
你待在这儿把风，我下去看看。哦。哎，小心点啊！知道了。村子的问题还真不简单，不只是王爱哥他们，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栽在这里，只是他们到底被藏在哪里了？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受伤了？笨蛋，你下来干什么？快跑啊！可恶，快躲开！没事，这不是当初陆静怡派来试炼我的那两个灵玉神使吗？我就想哪儿来的妖气，原来是你，无色体质之人，你来这里做什么？哼，我还想问你呢，还有刚才那条蛇，该不会就是你们放出的式神吧？刚才的确是我的式神八蛇，八蛇不会攻击普通人类，但会对妖邪之气做出反应，而你身上有凶兽之力，便成为他的攻击对象。先前在黑暗中没有看清，所以有所误伤。抱歉。抱歉的话留到后面吧。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你们来这儿该不会又和上次一样，是来试探我的吧？少得意了，我们才没有闲到跟在你屁股后面到处跑呢。我记得因为灵玉台上层的因素，灵玉神使们是不能随意干涉元秋山一带的。但你们却出现在这里，如果不是来监察我和饕餮的话，难道说你们已经不再是灵玉神使了，或者说已经被灵玉台扫地出门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可是首领的左膀右臂，这次来是有重要的人。静宇，从他俩的反应来看，的确不像是来试探我的。理论上我们的确不能出手干预这一带的事物，但如遇上妖魔害人，也无法弃之不顾。先前我们出任务时路过一个村庄，发现有堕魔妖物袭击家畜的痕迹，便循着线索追到了这里。原来李村长说的那两个人就是你们呢？嗯。后来呢？你们怎么到了这地窖？这就说来话长了。
看来你们是调查的时候塞到村民的手里了。难怪我在外面发现了这个，这东西是你们的吧？这是我掉在房里的，你请还给我。要还你也行，但你要回答我的问题。你们不是异能者吗？怎么会被轻易的关在这里呢？像刚才那样放出弑神的话，应该很容易制服村民吧？我们灵域神神有一条铁律，那便是不能用异能伤害普通人，这是灵域台建立之初定下的规矩。如有灵域神使违规的平民出手，便会被剥夺资格，并接受最严厉的责罚。此外，我们这次遭难也有其他原因，细节不便多讲，你也不必再去试探。即便被普通人绑起来，也不用异能吗？想不到你们灵域台那么死板。走吧。再磨蹭下去又要被绑了。小牙，你们刚才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这两个人是谁？你认识？你好啊，我叫青羽，青春的青，羽毛的羽。这位是我的同事，同时也是我的表哥穆剑云。我们是江瑶的朋友，刚才我们是在和他开玩笑，没吓着你吧？啊，你好你好，我叫甄文涛，是江瑶的发小。青羽，这名字真好听。那个以后再寒暄吧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离开这里。对啊，万一那老头回来可就麻烦了。糟糕，那老头估计也快回来了，我们赶紧走。这个距离偷袭的话，想不惊动他难度有点大，有没有不发出声音接近他的办法呢？时辰虚像，那老头回来了，得先向你们的时辰把他控制住，夏云也行，千万不能让他把其他村民引过来。你是没有认真听我刚才说的话吗？我们灵域神使是不能对普通人类使用能力的。你怎么就这么死板？再说了，你不刚才用那条蛇袭击我了吗？不一样，你又不是普通人类。你，嘘，小声点，那老头过来了。一起上课制服那老头是没问题，但要是动静太大，把其他村民引来可就麻烦了。说起来，我刚才翻动过上面的板窗，他不会发现。没发现吗？本来打算明天送你们到下面，没想到你们自己急着先过来了。再这么下去可不行。快点离开这里！王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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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怎么了？我之前调查过，这个洞外的路通往村后的一片废弃屋子，穿过废屋就能躲进林子。
原来如此，你跟饕餮是在调查周文海事件时遇袭走散，然后被带到这里的。陆静怡没跟你们提过我们的行动吗？嗯，我们之前在执行别的任务，还没来得及回总部。不过从你说的情况看，的确有调查的必要，而之前袭击你们的怪物应该就是我和青羽搜寻的那只。那怪物对付起来可不简单，也不知道饕餮和白芝他们怎么样了。这就是你说的废屋吗？啊，感觉年代很久远了。谢谢。先前我进村时稍微调查了一下，知道这村子叫什么名字吗？据村民所说，此地名为赤泉村。啊，赤泉村！我记得这村子在几年前山体滑坡的事故中，不是已经被尽数掩埋，连带全村人的性命。可这个村子的人现在自称就是赤泉村村民，而且你不觉得他们身上的气息很奇怪吗？你也察觉到了，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这到底是什么情况？简单的说，他们全都没有活人身上应有的人气，这种人气是辨别人与妖的一个特征，他们身上却一概没有，简直就像死人一样。你该不会以为他们就是已经死了的赤泉村村民吧？不，他们都是活人，这点我可以肯定。至于没有人气这一点，我也不确定是怎么回事。不是人类，难道是妖类？可我们也没有感受到任何。我说小瑶，你是不是瞒了我很多事？嗯，你们说的很多话感觉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每次说到什么秘密你就故意扯开话题，生怕我知道似的。有吗？你想太多了。不，我是认真的。自从你上次失联以后，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变了，就说你和九牙饕餮两位大师之间完全不像是刚认识的程度，还有穆剑云和青羽，他们的身手怎么看都不像普通人，而且地下室里那条忽然消失的蟒蛇恐怕也和他们有关系吧。这次我哥的事情怎么想都觉得蹊跷，你是不是也知道一些隐情？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哥的事能告诉你我都告诉你，其他的我也没法详述，但我向你保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回你哥，也是为了你好。如果你非要知道，等到合适的时候我会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但不是现在。喂，你们两个在磨蹭什么呢？来，过来，有情况。估计放你一马，但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嗯，树林里视野不好，跟太近容易弄出动静被发现，离太远又容易跟丢，该怎么办？虽然我们不能对普通人使用异能，但我做的这种机械小玩意儿并不在限制范围内，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它去哪了。这边。
什么人？出来！哎，是我。搞什么？原来是你这家伙。啊？今天怎么才来换班啊？快把老子给饿死了！哎呀，别提了，今天村长带回来两个倒霉蛋，本来打算和之前一样处理的，没想到一个不留神让他们跑了。哎呀，还把之前抓的那两个带走了，闹得现在全村都出动了。哎，结果耽误了交班，别介意啊，下次请你喝酒。哎，喝酒就算了，咱们这副身体啊，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呢。等到重见天日的那天，再一起喝个够吧。哎，对了，那四个人找着了吗？要是和之前那个富家少爷一样跑了就麻烦了。哎呀，你就放心吧，他们呀根本出不了这片林子。说的也是，走了。啊，他们刚才说的富家少爷该不会就是我哥吧？很有可能，这个村子奇怪的地方太多了，而且好像还藏着很大的秘密。你们看这山洞，半夜还有人把守，里面肯定不简单。我总有一种感觉，我哥的出事和这山洞有关，不如我们进去看看吧。三个男人一起上，制服那守卫还不简单？可万一洞里还有其他同伙就麻烦了。青云，你的机械蝴蝶可以探测到里面的情况吗？我刚才试过了，里面有很强的磁场干扰，我的蝴蝶也没办法深入探查。算了，我先去把手引开吧。不行，这树林里还漂浮着瘴气，我不能离门道太远。我去吧。青云，你带着他们趁机进山洞，小心点。谁？要炸开这么大的洞，必须要有专业的爆破设备。这些山民们还有这样的条件？还是说……兄弟，好了，这洞有些不对劲。什么情况？感觉好像有什么拽着胸口似的。不清楚，这地方很邪门，还是小心为好。话说，穆剑云他一个人没问题吧？放心吧，剑云哥哥实力很强的，就算不用异能也不会有事的。走吧，先去里面看看。为什么要在山里挖这么大个洞呢？难道是挖矿？这里没有加固设施，也没有轨道，不可能是矿洞，而且从周围的痕迹来看，更像是被粗暴地炸开的。如果不是为了采矿，那炸出这么大个洞是要来干什么的？这我就不清楚了，只能继续走下去，看看里面是什么。哎，你们看，前面好像有光。竟然是处遗迹，而且这玄棺的造型和之前村民抬着的那具好像。你们说这么大的棺材里面会是什么？而且还被锁链捆成这样，就好像是防止活物跑出来似的。被这么封在遗迹里，就算是活物也早挂了吧。后面好像还有空间。这棺木不好！退后，别靠近那里。剑云哥哥，你没事吧？外面那个守卫呢？没事，
让他暂时昏睡了一会儿。哟，想不到你也有开窍的一面。不用异能也能制服人的方法我有的是，用不着和你一一解释。哼，这么有能力怎么会被那老头苦了扔下地下室的？说正经的，这棺材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里面到底关着什么，但可以肯定绝非善类。为什么这么说？此法阵名为居邪阵，专门镇压堕魔怪物之类的妖邪，而棺木上的符咒应该是用来封锁妖邪的气息，所以我才没法辨认里边的东西。堕魔怪物对活物的生气最为敏感，之前应该是你们身上的气息被它感应到了，所以才产生了动静。要是再靠近，怕是这居邪阵也会压制不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完全不能靠近了，但这遗迹后边又是什么情况呢？你们看，那扇石门好像是开着的。既然这遗迹活物无法靠近，那些工具和脚印是怎么回事？不是活物又能在这里活动？对了，那些村民，之前追我们的村民身上没有人气，难道是他们？应该是。看来这里是那些赤泉村村民才能进入的禁地。哼，难怪那些村民还派了人守着洞口。我总觉得他们在谋划着什么，而且和附近的失踪案脱不开关系。说起来，先前我们在林子里遭遇过堕魔怪物，那里也弥漫着瘴气。如果这玄关里真的是堕魔怪物的话，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不排除这种可能。你之前说见过村民抬着类似的棺材出村，恐怕里边也是类似的东西。这遗迹后面连着更多的空间也说不定。不管是什么人把这些魔物封锁在这里，现在这座遗迹已被开启，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搞不好林子里的瘴气也是从这里透出去的。说起来瘴气相当危险，我们这些有修为的倒算了，为什么他也能撑这么久啊？这个嘛，可能他比较强壮吧。瘴气是个大问题，必须尽快向首领汇报。而且那些村民好像也不怕瘴气，着实反常。不管怎么样，单凭我们几个毫无准备就贸然前进太危险了，这次暂且撤退吧，等我们回总部禀报首领后再做商议。嗯。什么声音？这是不好！看后退！难道被毒死了？我的尸神只能撑一会儿，快退到遗迹里去！可是我们的人气会激发玄关里的东西，不如我们一起把石头轰碎，破开通道。不行，要是动静太大，这通道会先塌了。快进去，而我们全得死在这儿。小杨，跑！大家都没事吧？是我的事实，刘莹。你怪我？那是虚想，不会害到你的。哎，那棺材好像还没动静，我们小心点。
通道被完全堵死了，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这个人骨，从颜色上看，他是生前受到过严重的瘴气侵蚀。另外，从骨骼结构上看，应该是白种人。白种人？难道说？这身衣服是户外探险的专用装备，孩子和黄老头屋里的背包一样。没猜错的话，这具尸体应该就是背包的主人，而且是个外国人。看来这具骷髅原本是坐在墙边，刚才被碎石砸中才震飞了出来。你们看，这里还有几个骷髅头，尸体不止一具。看来葬身于此的外国人不止一个，很可能是一对。从骨头和衣物的风化程度以及这里的环境看，可能就是近几年遇难的。不过前几年好像没有听说过外国探险队在这一带失踪，他们的来历恐怕一时半会也查不清。我们还是先不要管这些人的来历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离开这里。你们不觉得空气的味道好像越来越奇怪了吗？瘴气更浓了，这里果然是瘴气的源头。再这样下去，就算你的朋友身体再强壮，恐怕也撑不下去。只要在我身边的话，那就没事。因为，你竟然连神命之力都能接到，无色体质吗？运气真是好啊！别人可能修炼一辈子都求而不得的能力，你什么都不用做就能轻松拿到。现在是嘲讽我的时候吗？当务之急是赶快离开这里。现在除了前面那扇石门，别无他路，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趁玄关里的东西还没有动，赶快走。不好，巨石阵影压不住了。这怪物不就是？原来咱们之前遇见的东西，就是从这种棺材里出来的。别磨蹭，去石门那边，快走。可恶，之前消耗过大了吗？千百年来都是灵玉台的名门望族，你作为我的儿子，穆家的传承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丢穆家的脸。哼，才同时召唤两个式神就满意了，凭你这种修炼水平，关键时候怎么能靠得住？我会证明的。别再硬撑了，快和我们一起走。我要是走了，
谁来操纵式神？少废话，快走！先出去，这里要塌了，赶快走！小心！第四个品，据你所说，逃进林子的他们一共五头，现在应该只剩最后一头了。怎么，心疼了？如果你一开始就把逃出来的他们彻底消灭，而不是仅仅驱逐的话，他们也不至于堕落至此，这山林也不至于沦为一片死地。守护他们是我的职责，对他们我下不了手，我只能尽我所能控制他们，保护那些侮辱的人。可即便你四处救火，还是有人死在了他们手上，事情也愈发不可控制。这都是拜你所谓的仁慈所赐。还剩下一头，抓紧时间，希望那小子不会运气那么。如果不修复那道封印，只是消灭出逃的那几只的话，没法解决根本，你应该知道的。要阻止事情进一步恶化，只有亡羊补牢，重新加固那道封印，就像我们在100多年前所做的一样。哼哼，又想让我帮你。我没法下到那个地方，更不能靠近世人，让外界察觉我的存在，所以只有你才能帮我。那这一次你用什么交换呢？话先说在前头，我这次没打算再要你的血肉。我可以告诉你，你们要找的人类残魂恰好就被束缚在那个地方。此外，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那个僵性人类，能让你关注到那种程度，我猜他应该对你来说很重要吧。当然你可以选择接受与否，毕竟这次的事态远比当年严重。说起来，我记得当年你被灵玉台抓住后妖力被封印了，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哼，如果不装成妖力被封的样子，怕是根本无法自由地站在这里，只有保持伪装才能摆脱那些缠人的追杀，相对自由地完成一些事。只是希望你要做的事不会置你于危险之中。你现在的眼神和当年找我索取血肉时一模一样，你还是放不下当年的那个人吗？哼，100多年了，我一直在寻找那把能通向当年真相的钥匙，如今那把钥匙总算出现了，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一时半会还不能用。钥匙就是那个僵性人类。如果白泽的预言没错，我想要的真相一定能通过这个男人找到，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行吧，只要能帮我救回他，我可以和你一起再次加固封印，就像当年一样。那最好了，不过这次情况有些不同，有一群人类也掺和进来。这个方向是，糟了，就
拳王两命皆化一，收！井里竟然喷出那么多瘴气，该不会阵眼已经被……那个地方恐怕又出事了。这井该不会就是外界传说中能连通幽冥的黄泉井吧？这井是那个地方的隐藏入口之一，普通人根本有去无回，被称为黄泉井也不为过。之前封印只是被破坏了一部分，但如果连阵眼都毁了的话，封印将很快尽数崩裂，到时候怕是会生灵涂炭。有能力破坏我们当年加固的封印，这个破坏者不简单呢。关于破坏封印的家伙，你有什么眉目？其实前几年有一对鬼鬼祟祟的异国人潜入过林子勘探，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山体滑坡，紧接着封印开始松动，瘴气逐渐泄露，那些异国人也没再出现。我还记得在山体滑坡前有一声爆响，正是从异国人营地传来的。你是怀疑那帮异国人破坏了封印，导致了山体滑坡？但那封印是由强大的法力集结而成，连你我都不一定动得了，区区人类怎么可能做到？这我就不清楚了。可封印的确出现了松动，而之后另一群特殊的人类找到那个地方，唤醒了他们，导致封印进一步被破坏。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知那个地方的秘密的。能进入那个地方的人类，哼，事情倒变得有意思了。你待在这控制结界，我下去看看。这是闭气珠。怎么了？你发现什么了？恐怕那第五头怪物不用再找。下面的情况可能比我预计的还要糟，你一个人没问题吗？哼，剑云，这是我们穆家世代传下的雀邪剑，现在交付于你，希望你能重振家族荣光。请父亲放心，剑云一定不负所托。说起来，最近上头似乎发现了一个无色体质的人，我已经和首领打过招呼了，届时就由你和青羽试炼一下对方，如果对方真的是千年难遇的无色体质之人，我们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别的家族抢走。有了这个人，我们穆家的振兴便更加有望。是。哎，那个就是穆家少主，据说是个天才呢。看来穆家没落了那么久，总算有翻身的希望了。就算再天才，能比得上无私属性吗？听说首领正全力拉拢那个姓江的小子呢，连穆家都对那人有兴趣。哇塞，那穆家小少爷的地位可就不保了，这下有意思了啊！嘿嘿嘿。一派胡言。测试结果已经明确了，姓江的小子的确拥有无色体质，只不过听说此人对成为灵域神使兴趣不大，似乎还被幽冥界盯上了，连陆静怡都按兵不动，灵域台内其他各派也都在观望中，但我们可不能就这样浪费时间。既然那个人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无意参与到我们的世界当中，为何一定要拉拢他不可呢？哼，愚蠢！在他被灌输凶兽之力的那一刻，他就注定没法再回到普通人的世界。而且就算我们放过他，其他家族的势力也不会，到时候我们穆家只会更加的被动。我听说你和青羽这次受陆静怡的安排，去淮江山拜会妖神府代理首领迎招，替灵玉台传达镇魂石出现一事，是吗？是的。
那正好，我得知姓江的小子最近和饕餮一起被派到淮江山附近的元秋山查案，你办完事后顺道去一趟，找个机会接近他，一探虚实。如果那小子有意加入我们最好，如果没有，我想你知道应该怎么做。父亲，您难道想与其让他成为其他派系的助理，不如让他就此消失？这件事你自己知道就行，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青羽。父亲，不管怎么说，那个人是无辜的，还请您三思啊。陆剑云，别忘了你的立场和肩上担负的重任，被卷入这场纠纷那是他的命数，要是你再坚持妇人之仁，那影响到的可不只是你一个人，而是我们整个穆家。可是父亲，给我好好想清楚。父亲，我九牙大人，连九牙大人都把力量借给了你。九牙只借给我了一小部分力量而已，对于你的伤来说是杯水车薪。这里瘴气浓厚，你最好不要远离我。青羽他们呢？我把你从湖里捞上来之后就再也没见着他们，连那头怪物也不见了，可能是掉到别处了。话说回来，你刚才一直昏迷不醒，还一个劲儿地说胡话，看来之前的战斗对你消耗不小了，我都差点以为你不行了。说胡话？我说了什么？具体嘀咕着什么我也没听清。既然你已经没事了，我们还是赶快动身吧。我担心我那个发小，我不在身边他撑不了多久。哎，两边都有路，要走哪边？对了，我之前从黄老头房间里发现了一个指南针，正好派上用场。我们进山的方向是北侧，姑且先沿着北面看看吧。那就走吧。我们现在应该在山体内部，但不清楚具体位置。如果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人的话，只会浪费时间。必须先出去寻找救援，青羽那边应该也是这么想的。等救援队伍赶到这里，最快也要几个小时，这段时间还不知道他们会遇上什么。最好的办法是先出去找到饕餮，他应该就在山林里，有他在，救人的把握就更大了。饕餮？怎么，你好像对他有看法？虽然这家伙有时候的确让人火大，但实力相当强悍，也救过我很多次。他的实力我承认，但对于他本身，你最好留点心。你们灵玉台的人好像都不太待见他，可他现在不是在帮你们做事吗？一方面你们封印了他的法力利用他办事，一方面又对他处处提防。哼，你们灵玉台做事可真不地道。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过去。千百年前，每次凶兽的重生都导致生灵涂炭，而每次重新捕获斩杀饕餮都伴随着众多灵域神圣的牺牲。虽然如今饕餮看似被驯服，一百年来都在为灵域台办事，但岂能抹平他与灵域台上千年的恩怨纠葛？我们无法对他放下戒心，而他对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这种仇事今后还要继续下去吗？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救赎的机会呢？有时候一些本质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对于上古凶手来说更是如此。你知道一个世纪前这一世的饕餮是怎么被发现的？他杀了人，确切地说他吃了一整个村子的人。他身上的罪孽可不是为凌玉台做事就能洗清的。人妖殊途，你心里知道就好。这里好像有人活动的痕迹，你看前面的石壁上好像刻着什么图案。这些壁画的风格和我们刚才在那座遗迹里看到的很像，难不成有什么联系？这些生物的样子怎么感觉和之前碰上的怪物有点像？这边也有。这壁画讲的好像是那些生物与这怪物的斗争。你看怪物脚下画了很多尸体，看来是一场恶战。我总觉得这巨怪有点眼熟，好像是某个传说中的怪。这怪物周围的法阵难道是七星树魂阵？七星树魂阵那是什么？一种极为霸道的邪阵，传说中能连通幽冥，借用黄泉之力束缚精魄，一般用于封印，但已经失传了上千年。我也只在古籍中见过。七星树魂阵分为两重，中央的主阵封印目标，外围的辅阵则以北斗七星状排列，为主阵提供镇压之力，两者相辅相成。但最邪门的地方在于辅阵需要以精魄之力激发运作，换言之运作这个阵法需要牺牲不少生命，可以说是把双刃剑。如果真如你所说，那些生物应该是把自己作为法阵的牺牲品，集体封印了那头巨怪，那这个七星树魂阵会一直运行下去吗？理论上是的，一旦运作这个法阵基本无解，即使破坏辅阵也只能松动封印而不能完全破除，除非将法阵的阵眼彻底破坏，但阵眼位置十分神秘，没有确切记载。况且法阵的力量十分霸道，普通人一旦进入很可能连精魄都会被拉进去，更别说破坏阵眼了。那法阵的阵眼一般都是什么东西呢？古籍上也没有记载的那么详细，不过作为压阵的阵眼想必不会是普通的物品。是之前墓室里那条怪物，他果然还在附近。快！糟了，没路了。没办法，只能一战了。被进入了瘴气，再滥用法力的话命都要没了。我们再找找看，一定有其他出路的。这个时候啊哪有时间找啊。走啊，快快走，别停下，走啊。没什么，可能是我的错觉吧。话说你一个人跑前面干嘛？这里都是瘴气，
流萤虽然可以小范围暂时驱散一部分，但要是离得太远，我可保不住你。那个，其实我只是想帮你探探路，前面那么黑，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我作为一个男人必须要保护好你才行啊。保护好你自己就行了。我八岁开始修炼，13岁进入灵玉台，成为灵玉神使，这些年的战斗经验不在少数，别用普通女孩子的标准衡量我好不好？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行了，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去，找支援营救剑云哥他们。以剑云哥的身手，我不信他会败给那只妖怪。不过这里环境如此险恶，时间一长谁也说不准。小瑶她也会没事吗？我好担心她。她的话，应该没那么容易死。而且有剑云哥在他身边，要知道剑云哥在灵玉台享有天才之名，9岁便通过考核，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灵玉神使。由于操纵式神极为消耗精神力，普通灵玉神使一次能灵活操纵一只式神便是极限，而他年纪轻轻却能同时操纵2只式神战斗。江瑶在他身边应该不会有事。灵玉台，灵玉神使。说实话，你先前告诉我的那些人界与妖界、灵玉台和妖神府之类的事，我还没完全消化，一直以为这些只是神话传说，没想到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甚至还存在你们这样的异能者。那小瑶她也早就知道这些了吗？别想那么多了，他也是被我们下了封口令才不告诉你的。暗界的密室不能透露给公众，这是灵玉台的规矩。那你现在告诉了我，算不算坏了规矩呢？我可以保证绝不会对外面透露半个字。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个被灵玉台责罚。傻瓜，反正这里的一切你很快就会全都忘掉。你怎么了？哎，文涛，我的头好痛，疼！是我哥的声音。气侵蚀身体的征兆。是林子里那种怪物，难不成这地方就是怪物的聚集地？呆子，别愣着了，快跑啊！快！等等！这样不行，迟早会被追上。
这就结束了。好厉害啊。哼，总算知道了。如果不是顾及着你，我早就把流萤收回来，换上更强的式神了，也省得我花这么多力气。对不起啊。我说你别老盯着人家看行不行，当心我揍你啊。不过话说回来，你刚才说你感觉到了你哥的气息。对，是的，那种感觉不会错的，我敢肯定。你哥丢失的金魄竟然出现在了这里，真是奇怪。小雨，小心背后。没想到只是释放能量而已，竟然有这种威力，而且还没暴走。果然是因为寒冰之气和玄武珠的缘故吗？文涛，文涛，文涛，你怎么了？向九牙接到更多力量的话，文涛，文涛，这里环境太恶劣了，我们必须先带他出去，才能救他。在哪儿啊？刚才就是从那里掉下，误打误撞的救了青羽，但这么一来也没法判断具体的位置了，要怎么离开这座山呢？等等，你们看那边有光，是出口吗？那是
现在外面应该还是深夜，这更像是火把的光。不管怎么样，去看看吧，万一是出口呢？冷静点，先之前那个怪物是从这个溶洞里出来的，保不准里面还有怪物，贸然进去太危险了。你和江瑶先守在这儿，我去探探路。不，我们一起走。这里瘴气太浓了，就算是你们也不一定撑得住，都尽量靠近我，不要单独行动。原来在这里吗？文涛，文涛，你还醒着吗？得快点出去。话说这溶洞两边是什么情况？再撑一会儿，马上我们就能出去了。对不起，如果不是因为我一时大意，你就不会。怎么能怪你呢？把凤君还在，是我应该做的呀。放心吧，我不会死的。对了，小瑶，我哥的气息就在这附近，我感觉到了。这下难办了，主人之力只能用一次，如果现在用它换回我们艾格残破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几个在这么浓的瘴气里根本撑不下去。别担心，既然已经知道你哥的残破在这里，我们随时都可以回来想办法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把你送出去。好像没有机关。刘莹，石像是蚩尤，这就是蚩尤。啊！你们看，那些石窟里面好像有什么。这些棺材不就是封印那些怪物的？这地方就是那些怪物的老巢啊，也就是说这是一片定时炸弹啊。前面有几个石窟好像是空的，虽然也刻了居邪阵，却完全没有棺材破裂的痕迹，该不会是那些村民他们进入这里取走了那些封印着怪物的棺材。可他们为什么冒着危险这么做？一旦棺椁碎了，
他们也会遭受怪物的攻击，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不管怎么样，这里不能久留，要是这么多怪物同时被我们的人气激发苏醒，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怎么了？那石像下面好像刻着什么。这是地图啊！如果真是这里的地图，就有希望出去了。文涛，暂时拜托你了。用流萤稍微撑一会儿，我去石像那边看看。你一个人太危险了，我和你一起。又在这里看到了这幅图，展现的该不会就是骷髅怪被七星树魂阵所封印的地方吧？应该是的，而且很可能就在这座山中。啊，你看这里是不是我们刚刚到过的地方？还真是，这一块不就是之前玄关所在的位置吗？那我们现在又在哪儿？要是靠近七星树魂阵可就麻烦了。方形棺材，不会吧？你在看什么？这是妖纹，而且是上古时代的版本。妖纹，就是妖族所用的文字，在上古时代。不少高级妖类部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字，只是如今已渐渐与人类文明同化，基本统一。当然，关于这种文字，我也只是在灵玉台的藏书阁了解到一些皮毛罢了。既然用古代妖文技术，看来这地方最初是由古代的妖族建立的。你知道这些文字讲了什么吗？大致懂一些，我看看。吾族原居于泰山，曾因不饮赤泉之水，拥有不老不死之躯，但也因此招致妖类同族妒恨，险遭灾祸。幸蒙妖族首领蚩尤之眷顾，安排吾族隐于元丘山，因而世代得以躲避战事，休养生息。然吾族寿而不死，终究违逆天道，天降尸魔于元丘，谓之天罚。一时间瘴气肆虐，生灵涂炭。为不负蚩尤首领之厚待，亦不忍元丘山一众无辜生灵为吾族所牵连，吾族自愿祭献全族魂魄，以族长之躯为眼镇局，全族之躯为府布阵，借七星树魂之力封印尸魔，以换取天下之安宁，而吾族亦能自不死魔咒之中，终得解脱。不饮赤泉之水，拥有不老不死之躯。原来古籍中记述的不死民，便是他们。违逆天命而获得了漫长的寿命，最后却不得不因天罚而葬送全族。难道这真的是天命的安危？世间万物的命数早就被阎魔杖所祭定，此谓天命，而汝在十年前的死便是汝的天命。天命虽然暂时躲过了那次抓捕，但真的能一直躲下去吗？天命难违吗？我倒是觉得这些不死民早就超脱了所谓天命的束缚，他们直到最后都是遵照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不管是牺牲生命封印尸魔也好，积极摆脱不死魔咒也罢，与其说是天命带给了他们毁灭，
不如说是他们给了自己尘埃落定后的安宁。人们常说天命难违，但如果事事都顺从命运，随波逐流，又与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只要顺从自己的心，坚定地走下去，哪怕是看似坚不可破的天命，也一定会出现转机。转机，只有你当初安排不死明隐居在这儿，是否也是希望他能打破天命，选择自己的未来呢？你说的对，命应该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对了，说起来，我们在地下湖附近看到的那些壁画里的生物，应该就是这些不死民吧？应该是的。如果是这样，那些不死民的外形与我们遇到的怪物也太像了。在那些壁画中，不死民以少许的海力用七星斧阵封印了骷髅怪，也就是尸魔。而这张地图里，斧阵则是由一个个方块标识组成。如果这些方块代表的是装着不死民的棺材，那一切就说得通了。等等，你的意思是这些青木棺材里的怪物就是不死民？但不死民应该早在上古时代就牺牲生命封印了尸魔才对啊，怎么会在千年之后苏醒，化为怪物袭击人呢？这我也不清楚，但那些不死民的身躯因为赤泉水而不老不死，即便生命已经消失，但他们的躯体很可能继续保留下来。而在这样瘴气弥漫的环境中浸染千年，谁也说不准会产生什么样的异变。我们之前在这些棺材下不是看到过居邪阵吗？说不定那正是不死民为了避免自己的遗体异变提前做下的保险措施。自己给自己的棺材下封印，总觉得哪里不对。不过如果不死民的遗体真的保留至今，那对魑魅魍魉来说的确是极佳的利用对象。但即便是这样，有驱邪阵的束缚，他们也理应无法离开这里才对啊。他们不是自己离开的，而是被那些赤泉村民抬走的。哦，村民把棺材抬到外界，里面的怪物就不再受驱邪阵的束缚，即便不被那些没有人气的村民激发，也很快会被外界生灵的气息所影响，最终逃至山林，袭击人畜。那些村民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等等，如果这些棺材里真的是不死民的话，那按照这图上的显示，我们现在正处于七星束魂阵的阵中。我想恐怕是的。还记得我们之前走过的那条长长的龙洞吗？那两边有同样的石窟，如果把那条道开成勺子的长柄，这里开成勺子的主体。合起来便是七星斧阵，也就是说尸魔就封印在我们正下方。不对，七星束魂阵极其霸道，普通人类一旦侮辱，精魄会被瞬间抽离，就算是我们这样有修为的人也不可能若无其事地站在这里。我想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阵已经遭到了部分破坏，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瘴气泄露出去，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祝融之力的保护，刚进山洞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一股拉扯胸腔的力量，直到我身上的祝融之力明文显现了才很快没事。你进来的时候也应该有类似的感觉吧？这可那些村民呢？他们又没有祝融之力的保护，怎么会在这阵中来去自如的呢？我猜那些村民要么是获得了某种力量保护自己不受法阵影响，要么就是他们的精魄已经被卷入七星束魂阵中了。你的意思是我们见到的那些村民其实是没有精魄的人？这怎么可能？这只是我的推测，但毕竟他们身上没有人气，不应该与普通人类相提并论。无论如何，现在的情况是七星束魂阵的斧阵已经被他们破坏，虽然还不知道主阵的状况，但既然那尸魔没有出山，说明法阵仍在运作，及时修复的话
还不至于铸成大祸。修复七星树魂阵吗？这已经不是我们几个能办到的了。必须尽快出去，找到首领他们商量对策。只是从图上看，这片区域似乎并没有标出任何出口。难道出口在别处？不，出口应该就在附近。还记得之前甬道里的怪物吗？它是从甬道石壁后，也就是这片溶洞里出来的。但这些棺材里的怪物在我们进来前不可能被人气激发，所以那只怪物应该是被村民运到外面苏醒后，从这附近的某个入口再次进到这里的。忽然这么我没事，先和星宇他们会合吧。一时半会儿估计是找不到出口了，更何况棺材里那么多怪物，要是一不小心激发了他们，后果不堪设想。你怎么了？江瑶，江瑶，你没事吧？终于找到了。谁？原来掉在了这儿。这个声音，是时候要回来了。妖力失控了吗？九力之首，亡魂归西，借祝融之神力，武王举之术数，据无北之残魂，凝七星宿之天照。不好，这种时候使用助龙之力的话，江瑶，你清醒点。其实已经快了。住手！现在释放力量的话，这个法阵就……祝融，找来！
还是晚了一步，怎么搞成这样？有什么东西钻进了我的身体？真是没想到，这个七星树魂阵竟然牵扯出了了不得的东西，还被你的祝融之力给召回了。这就是天意吗？饕餮，你刚刚在说什么？没什么，只是没想到才万分之一的祝融之力，竟然就有这种不怀能力，还闯了那么大的祸。早知道就不让你去宝岩阁了。这都是我干的，不好，其他人呢？放心吧，死不了，昏过去了而已。是你救了他们。顺手捡的碧气珠，没想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还在这磨蹭什么呢？没有了祝融之力的话，你们在瘴气里活不过十分钟。不行，我们得赶快把他们送出去。这是七星兽魂阵被你毁。原本镇下镇压的东西也就醒过来了。哟，来得正好，得靠你把他们送出去了。想不到我们部族守了千百年的阵，就这么毁于一旦，这就是天意吗？要不是阵毁了，你也没法进到这儿来。别废话了，下面的东西要出来了。这个人知道出口，你带上其他人跟着他，现在就跑。那你呢？不一起走吗？我得替你收拾烂摊子。可你的妖力不是已经被……你们人类不是有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要是没了妖力就什么都干不成的话，陆静怡还会派我来吗？这是周文海的残魄，被你刚才释放的祝融之力召唤回来了。收好了，之前可能是周文海无意中靠近了七星树魂阵，所以一部分精魄才被扯了进来。现在法阵已破，自然就不受束缚。这是文海哥的。不能再耽误了，我们走吧。喂，饕餮，剩下的就交给你了。啊，看看这小子干的好事，当年我布下居邪阵花了那么多力气，这下全白费了。我说您的宝贝徒儿都走了，还不去追？打算一直在这里观战吗？哼，有能力在祝融之火下护住穆剑云他们，想想也只能是你。真是没想到啊，你这么个大人物竟然会附身于一个小，连我都差点被蒙过去。只是分一丝精神力潜伏在他身上罢了，如果真要附身，他的躯体也承受不住。话说回来，你应该早就知道江瑶就是我的徒儿了吧，不然也不会故意派他去找祝融。若不是借你的这层关系，又哪里借得到祝融之力呢？当初见过江瑶身上的雷鸣石时，我就猜到了是你，毕竟那原本是你的贴身信物。只是我不明白的是，你消失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哼，要知道你们那边在你失踪后可是变得一团乱了，褪去一些身份的制约，才更有机会靠近真相。对于你来说不也是一样吗？至于这次的事件，根据我的调查，并不是单纯的意外。当年那些被当作棋子的异国人，应该是用了某些手段破开了法阵阴结，并引导邪灵侵入不死您尸首体内，使之变为一名花怪。只是因为居邪阵的约束，一时还无法出阵。可惜啊，最后还不是被那一群人类给放了。不过那些异国人能引导邪魅侵入不死冥尸首，本身就不正常。据我所知，能做到这种事情的东西应该只有一个镇魂石，也就是那颗你们正在追查的禁忌魔石。镇魂石，你可别告诉我那群异国人竟然掌握着那枚上古以后本该消失的镇魂石。那群被当作炮灰的异国人自然不可能，再说这地方深藏山腹之中，几乎无人知晓，那些异国人又怎么能知道？我想应该是一个持有镇魂石的家伙带领这些人来到这片禁地，以盗墓为诱饵，驱使他们协助炸开山体，以便接近并松动七星树魂阵，从而埋下了今日异变的导火索。那些被利用的异国人连泄露的瘴气当场毙命，顺理成章的被全部灭口。也就是说，只要找到当年带领异国人来这的那个家伙，就能揪出镇魂石的线索。我想是的。前阵子的那场暗影游戏风波，或许并非阴谋的序幕，躲在背后的那名幕后者可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行动，而这一切都围绕着那颗突然出现的镇魂石。传说镇魂石拥有操纵魂魄逆转轮回的神奇魔力，当年上古之战后，人们便是用了这东西分离了蚩尤之魂，致使他永世无法动。但很少有人知道，镇魂石之所以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它本身来源于魂魄的滋润供养。换言之，它是在无数的亡魂的堆砌下才诞生的，积聚的亡魂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强。所以你认为那名幕后黑手暗地里制造祸端，就是为了收集亡魂，为这颗重现于世的镇魂石提供能量？但如此大的动作，三界不可能没有察觉。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之前的暗影游戏也好，这次的封印松动也罢，都是以意外为包装的。如果说暗影游戏只是一场实验性质的小打小闹，这一次的封印松动可就非同小可。我想恐怕他的行动绝对不会就此终结，或许像这次事件一样，对方早已埋下许多定时炸弹，等着逐一引爆也说不定。如此费尽心思的供养镇魂石，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看来现在我们恐怕没时间再让继续讨论。难得和老朋友谈个事，还被打断了，真是扫兴。要帮忙吗？不用，一个被镇压了千年的废物尸魔，我还真没放在眼里。快去追你那宝贝徒儿吧，外面的瘴气那么浓，我可舍不得让他就这么白白化了，至少现在他还不能死。饕餮，虽然我不知道你对外隐瞒实力的目的是什么，但如果你敢做出任何伤害江瑶的事，到时候盯着追杀你的就绝不只是凌玉台一方。Thank you.
会这样？把他平放在地上，别离开光照的范围。这张脸原来是这样，虽然上次救了你的兄弟，但这次恐怕救不了你啊。我的光照虽然可以暂时隔离林子里的瘴气，但无法驱除他体内已有的瘴气侵蚀，他恐怕已经……不，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行，不想再看到我的朋友出事了。想要救他，或许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传说中，不死民因误饮赤泉之水，导致身体不老不死。换言之，他们体内的细胞具有极强的修复能力，若能用他们的血肉治疗他，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不死民，可他们全族都在上古时代牺牲了，连尸体都已经……不死民，他们都被我收成灰了，这都怪我。虽然上古时代的不死民部族已经不复存在，但并不代表世上没有不死民的后裔。这是？难道你是？我名为玄冥，名字继承于我的母亲东之女神，而我的父亲便是上古时代不死民一族的族长夏渊，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不死民后裔。不过虽然我是不死民的后裔，但我的血还不能让他直接饮下。为什么？我的血肉继承了一部分不死民的自愈能力，但也暗含我母亲所赋予的冰寒之气，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住，除非有东西能作为调节剂一起渗入，缓和其中的副作用，不然的话恐怕只会适得其反。调节剂？我听说人类之中有一种无色属性体质的人存在，这种人的身体具有极强的调和力，能容纳任何属性的能量，他们的血液就是这世上最好的调节剂，只可惜这种人极其稀有，怕是无色属性。我就是这种体质啊，血也好，肉也罢，只要能救文涛，想要多少拿多少。原来如此，你果然就是，难怪他如此看重你。虽然我也不能完全保证是不是真能救回他，但既然已经具备条件，那就试试看吧。他有反应了，我们的血起效了，谢谢你，真的太感谢你了。你的族人们被我给……你不需要道歉，恰恰相反，我应该感谢你。当年我的族人们未免无辜苍生被尸魔屠戮，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封印尸魔，对他们来说，与其让躯体异变为残害生灵的怪物，他
他们更情愿就此消失。千百年来，我独自驻守于此，就是为了防止他们的躯体异变害人。但最后还是因为我的心软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这次若不是由你们阻止，跑出去的他们恐怕会大开杀戒，天下将徒增无数的无辜亡魂。是你替我给了他们最后的救赎，这也正是他们所期望的。那边已经结束了，源头虽然已经止住了，但扩散出去的瘴气覆水难收。也罢，我也该为我之前犯下的错赎罪了。玄冥，你这是？我已经无力阻止瘴气的扩散，但我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正如上古时代我的族人们所做的选择，我会用我的生命将这一带所有的瘴气全部封印。玄冥，你这是？我会用我的生命将这一带所有的瘴气全部封印。什么？不，住手！黄泉彼岸，黄粱归土，以血为饮，以魂为镜，既无玄冥之躯，朕邪祟魔障之物。千算万算，那还是没来得及阻止你们呢。是你们？可恶，遗迹被他们毁了，用来续命的那些棺材也没了。要是没有那些怪物的血，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啊？就是，我还不想死。续命？怪物的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只有那些怪物的血才能让我们这些赤泉村的移民活下去，这也是我们特意抬出那些棺材的原因。赤泉村，你们果然是……我们确实就是当年赤泉村的幸存者，只不过在那次事件后成了见不得光的一群人。几年前，山里来了一群外国人，把山炸了个大洞。就因为那场爆炸，山塌了，咱们的村子被毁了。
要不是当时俺提前察觉到动静，带着乡亲们逃进林子里，怕是早就被活埋了。既然逃过了一劫，为什么不联系外界求助呢？你以为俺们不想吗？当年俺们逃进这片林子没多久，就发现这地方竟然飘着毒雾，幸亏当时有个穿黑色斗篷的男人出现，救了俺们所有人。黑色斗篷，该不会是那男人给了俺们一种黑色的药水，俺们喝下后虽然免疫了毒物，但却也是诅咒的开始。因为那药水就是棺材里那些怪物的血。什么？那人告诉俺们，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定时喝那怪物的血，而且还不能离开这片林子，否则就会浑身溃烂而亡。是。再后来，那人把俺们带到了那座被外国人炸开的遗迹里，给了一把黑铁长剑，让俺们自己去里边搬出棺材采血。为了活下去，俺们只好顺从，并找到一个荒废村子住下来，半夜去采血，免得让人发现。因为那人说，一旦被外界察觉，遗迹就会被封锁，到时候没有药的俺们全都得死。所以你们为了保守秘密，把那些无意中撞见你们抬棺的人都灭口了。灭口？你在说什么？前阵子有三个男人误入了这片林子，最后只逃出来了一个，而我在你身上发现了他们的随身物品。别说他们的失踪跟你没关系。你指的是他们两个吗？阿奎，老七，你没事吧？把他们俩关了那么久，俺很抱歉，但也请你明白，俺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活下去。哎，我觉得那个穿斗篷的家伙恐怕是故意让你们对怪物血产生依赖，从而要挟你们进遗迹，不断抬出那些怪物。就算是这样，俺们也没法恨那个人，如果不是因为他，俺们早就不在了。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从头到尾就是那人安排好的戏码也说不定呢。山里的地形那么复杂，那座遗迹又非常隐蔽，但那些外国人却能精准地定位并炸开入口，那么一定是有人引路。而赤泉村出事后，那神秘人立刻出现，并给了你们只有遗迹里才有的新鲜怪物血。哼，这未免也太过巧合了。想必是那人先引来外国人炸山，引发塌方，使得遗迹里的瘴气，也就是毒物，泄露到林子里，让你们不得不服下他从遗迹里带来的怪物血，从而利用你们做苦力，放出更多的怪物。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什么？这怎么可能？说下来，当年那些外国人的确是跟着一个披黑色斗篷的人进山的，我好像瞥到过。难道说咱们从头到尾一直在被那人利用？那个男人的脸你们有看清楚吗？没有，那人斗篷压得很低，看不清脸。就算事情真的如你所说，现在挽回不了了，俺们这副身体恐怕撑不了多久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即便是我们的血恐怕也救不了他们。
因为这些人全被抽离并束缚了精魄。可是没有精魄的人应该无法行动才对啊。他们是特殊的，他们每个人都被施了一种法术，能保证在没有精魄的情况下在这片林子里自由行动，而一旦离开林子的范围就无法生存，就像是被拴了链子的囚徒一样。又是那个神秘人干的吗？他究竟是什么人？那人是谁我不清楚，但这种事只有通过镇魂师才能做到。镇魂师？又是镇魂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传说是种能控制万物精魄逆转轮回的魔石，但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如今想要救那些村民，就只有找到支撑法术运作的介质，释放被束缚的精魄。考虑到法术的范围限制，那枚戒指一定就在附近。就算破除了法术，可他们喝的那些血……之前那些没有喝血的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林间瘴气的侵蚀，想活下去就只有靠不死民之血硬撑。而如今林子里的瘴气已消失殆尽，他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些血了。原来如此，那现在的问题就只剩下找到那枚戒指了。村民们，当年那个戴斗篷的男人离开后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啊？留下什么东西吗？好像没有。哦对了，就只有那把取血用的黑铁长剑。黑铁长剑啊，该不会就是被我弄断的那把？那把剑现在还在吗？在，当然在。这东西咱哪敢扔啊，当然得好好藏着。就这么个破东西还被你们藏得那么深，害得我找了老半天。饕餮，你没事吧？下面封印的那个东西早挂了。你们说的黑铁长剑就是这玩意儿吧？还真是。你是怎么找到的？他明明已经仔细收好了的。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还把它当宝贝。知不知道这破玩意儿就是害死你们的罪魁祸首？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嘛，就说来话长了。当年林子里的确泄露了一些沼气，但并不会致命。那人说什么怪物血可以解毒，是为了骗你们帮他们运出那些秘密培养的变种野兽。变种野兽？是啊，那些野兽可值钱了。是啊，你们啊，就是被那人当苦力用了。可是的确有人因为没喝那血而毒发死了，我们都看到了。是啊，这世上毒药那么多，我还真没听说过有哪种毒药吃了不死，不吃反而会死。那些人之所以会死，其实是因为这点。知道这剑是用什么铸的吗？是陨铁，也就是外星陨石，上面全是宇宙辐射。辐射？我好像听新闻里说过，就是那种让人生病杀人于无形的那种东西。对，我也听说过，还能让人变异成怪物呢。不会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吧？其实啊，那些变种野兽的血有抗辐射作用，所以喝了血的人能保命。而跑出林子的那些人没有及时接受抗辐射治疗，因此才撑不住。你们呢，要相信科学，知道吗？也就是说，只要远离这把剑，去外面接受治疗，我们就能活下去。
我们终于可以不用过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光明正大的活下去了吗？这不是做梦吧？你说的是真的吗？事已至此，不如就信我一回如何？看，救你们的人来了。那是直升机。真的，原来就来救我们的吗？那是真的，救了，是吗？那个是我通知外面救援的，这和你们走之后我就去外面叫救援了，回来晚了，实在抱歉。我知道了村民的情况，赶紧通知救援人员，那些直升机就是政府派来救他们的。我们真的得救了，终于可以摆脱这种不人不鬼的生活了。我们走吧。真的没问题吗？如果在没有破坏戒指的情况下就贸然离开的话，恐怕戒指的话不是早就被你破坏了吗？当初这东西被你用凶兽之力掰断后，法术就已经破了。现在的话，他们差不多该恢复生气了。既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那我也该走了。你还会继续留在这片密林吗？不会了，我原本留在这里是为了守护那个法阵，守护我的族人。既然现在一切都不在了，我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待下去了。当年我的族人们因为不死之躯而被觊觎，险遭覆灭，若让外界知道我的存在，想必也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对于我来说，掩盖身份隐于世间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希望你们能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我明白，放心吧。最后有句话还是想提醒你一声，七星树魂阵是借用幽冥之力封印目标的法阵，可以说拥有这个法阵的地方，地界和幽冥界的界限也会相对模糊。在这个法阵范围内发生的事件，幽冥界也更容易感知得到，因此对于被炎魔盯上的人来说，此地不宜久留，对于你来说尤为如此。人们常说天命难违，但并非没有转机，在偏离命运既定轨道的那一刻，或许便是转机开始的瞬间，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住了。逆转天命犹如逆水行舟，困苦与艰险总是如影随形，但是你要记住，在命运之船上掌舵的那个人永远是你自己。保重。喂，还愣着干嘛呢？你该不会打算让他们几个一直在地上躺着吧？这次的事情已经解决，剩下的就交给陆静怡他们处理好了。这里不宜久留，走吧。当初幽冥使者来抓我时，我的身体好像产生了一些异变，使得他们临时放弃了。这其中的原因我一直都想不通，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当初幽冥使者来抓我时，我的身体好像产生了一些异变，使得他们临时放弃了。这其中的原因我一直想不通，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怎么了？突然问起这个？没有，我只是觉得你好像知道原因，而且听你当时的口气，你好像早就认识他们一样。认识是认识，但这并不代表我跟他们很熟，好吗？啊，事实上，对于我这种直接在地界重生的存在来说，是根本没有资格跨过忘川河，进入真正的幽冥地界的。有时候我还真羡慕你们啊！等时候到了，离开这个世界，也不管这辈子过得怎么样，都会忘了。但我就不能，我只能看着身边的人来来去去的，到最后，所有人都忘了，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守着这些回忆，丢也丢不掉。算了，先不提这个了。哦，对了，说起来，你的其他几个兄弟呢？啊？我哪来的兄弟？我说的是其他三个凶兽，他们也在给凌月台做事吗？哦，你说他们呢？好几百年没见了，最近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只听说穷奇头两个和我一样妖力被封了，但又不愿给凌月台做事，现在不知道被软禁在哪儿了。剩下一个混沌一直没找到，大概在地界的某个地方逍遥着。四凶兽里当了人类走狗的，大概也只有我了。你知道一个世纪前这一世的饕餮是怎么被发现的吗？他杀了人，确切地说，他吃了一整个村子的人。对了，还有件事我想问你，你当初是出于什么原因帮凌玉台帮人类做事的？这个嘛，你刚刚说什么？不死民，传说中长生不老的不足，他们的血肉有什么样的价值，你知道吗？知道。知道，你连他们的一滴血都没带回来，还好意思说知道？看看你的报告里写了什么：遗迹塌方，不死不足的躯体全部焚毁，山体里所有的线索就此消失。你在里面到底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连一具不死民的尸体都捞不出来？那些不死民的尸体已经异化成吃人的怪物，要是被放出去，后果难以想象。况且我是到后来才发现，那些怪物其实是不死民。借口！你知不知道，一旦我们穆家掌握了不死不足身体的秘密，那何止是复兴家族，连陆静怡的位置都得给我让出来。你白白浪费了那么好的一次机会，简直让我失望透顶。哼，也罢，事已至此，那些不死民尸体全都毁了也好，至少谁家都拿不到。说起来，你这次和青羽去见妖神府的代理首领英昭情况怎么样？这次英昭正好外出办事，不在淮江山，所以没有见到。据淮江山山神说，英昭已经离开好一阵了，至于去向，山神亦不清楚。哼，猜也猜得到，他是去调解妖神府内部派系的争斗了。凤凰一不在，那帮妖怪就镇不住了。也好，让他们内斗去吧，两败俱伤最好，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坏事。关于没找到英昭的事，陆静怡那边是什么态度？英昭去向不明，陆少林也很无奈，这次镇魂师重现于世，也只能暂时靠我们这边查了。不过这次去元秋山，倒是意外抓到了点镇魂石的线索。嗯，根据调查，似乎有个神秘人在几年前利用了镇魂石，控制山民不断运出遗迹里的不死民，并破坏七星树魂阵，
还差点放出被镇压的石母。这次要不是因为有饕餮和江瑶，恐怕事情将变得不可收拾。那个神秘人也许就是找到镇魂石的重要线索。江瑶就是那个拥有无色属性体质的男人。之前我有让你试探一下他加入我们的意向，结果怎么样？他这次的情况比较危急，我还没来得及试探。不过他现在的修炼水平还不足以控制体内的凶兽之力，我觉得还是再观察一阵比较好。他要是能很好地运用凶兽之力，恐怕陆静怡早就不惜任何手段将他收为己用了。我想知道的是，这次你和他接触下来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没有，什么异常都没有。没事吧？舅舅他没骂你吧？没事，习惯了。对了，你怎么来了？村民那边的事已经处理完了？嗯，差不多了吧。村民的善后由后勤部接管了，一些流言也迅速消除干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哦，还有那把黑剑，也已经送到了陆首领那边进行查验，结果还没出来。哦，对了，还有周文涛和周文海两兄弟也醒了，好像恢复得还不错。周文涛，想不到那么重的伤竟然真的撑过来了。怎么了？周恩涛既然已经醒了，那么后勤部队对他的记忆抹除也会很快开始，这点你应该有点心理准备。我知道，我都知道，当初向他解释这个世界构成的人是我，所以这次会由我亲手。这次的事件本来就不是他一个普通人所应该经历的，和我们认识也是一场错误，你还是忘了他吧。我们作为灵域神使，在人类看不见的地方处理着人类与妖类的纷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无法监控的暗界使徒。普通人要是卷入了我们的世界，差不多从此就得和平静的生活告别了，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江瑶那小子就是最好的例子。无色属性，从他被发现这样的体质开始，他就和我们的世界脱不开干系了。恐怕接下来等着他的将是狂风骤雨。数年前，由于一场特大暴雨，在元丘山地区发生了一场十分罕见的特大泥石流灾害，造成当时山里的唯一村落赤泉村被完全淹没。虽然当年外界判断村民已无生还可能，然而奇迹的是，我们竟然在数年后的今天找到了生还的赤泉村村民。可以。身体好点了吗？那个，已经好多了，别担心。对了，哥，你的身体没事吧？已经没事了。下周我就回公司上班，之前昏迷的时候落下了不少工作。目前政府已派出救援部队，困在山中的村民已经全部获救，下面请看详细报道。能和家人团聚实在是太好了，这就是所谓的奇迹吧。不过说起来，我怎么觉得这些村民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可能是哥你的错觉吧。
过说真的，哥，经历了这次的事之后，我突然觉得以前的我可能真的太任性了。以前的我总觉得爸妈不理解我，不支持我，所以老是和他们唱反调，包括赌气搬出去住也是。但这次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后，我突然发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你和爸妈，我最亲的家人。文涛，所以我在想，也许我应该找个时间和爸妈好好谈一次。虽然现在我可能还没法放弃我的理想，但我会试着去和他们沟通，去争取他们的理解，总比一直以来逃避不去面对要好。当然我也会做好被他们骂的准备了，尤其是爸那边。怎么会呢？爸平时看上去虽然比较严肃，但其实吧，他私下里经常和别人炫耀自己的小儿子是个漫画家，还偷偷摸摸买了不少你的漫画单行本到处送人呢。啊，真的吗？我都不知道。爸的脾气你也清楚，就算再宝贝你也不会口头说出来。其实啊，他一直在背地里支持你呢。你就努力朝着你的梦想前进吧，我们会一直站在你这边的。哥，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加油的。哦对了，之前我好像在门外看到小姚了。哎，他来了吗？怎么都没进来看我呀？可能是怕打扰你休息吧，他知道你没事后就悄悄溜走了。不管是小时候还是现在，小姚都还是那个温柔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十年前的那件事，他的人生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许小姚他眼中的世界也早就和我们不一样了。文涛，文海，下来吃饭了。哥，你先去吃饭吧，我换个衣服就下来。好，那我先下去了。灵玉台，妖神府，人与妖共生的社会，这就是你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吗？想要情欲，青雨，你怎么来了？快下来，很危险的。我来是要向你告别。告别？嗯。你要走了吗？要去哪儿啊？我要回到我的世界，而你的世界也该回归正轨了。文涛，忘了我吧。忘了你？这怎么可能呢？你看我手上正在画你的画像呢，还想作为礼物送给你。谢谢你，文涛，虽然与你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曾经救过我。好好活下去吧，再见。奇怪，我怎么哭了？刚才有谁来过吗？属下谢必安。属下范无咎，参见阎魔大人。他在阎魔罩上的秘术又变了，而且
我听说他好像刚刚在地界大闹了一番。是的，那名江姓罪人不仅摧毁了元丘山里镇压尸魔的七星树魂阵，连幽冥界也受到了空间震荡的波及。所幸这次尸魔在出山前已被制止，扩散的瘴气也得到了控制，否则怕是又要有更多生灵惨遭横祸，炎魔帐也必将一片大乱。千百年来炎魔帐的运作几乎从未出过问题，但最近却是异变频发，着实反常。而这一系列异变的开端，便是自十年前那名江姓男子在炎魔帐上的命数被篡改开始。属下认为，在炎魔帐异变的调查尚无头绪的当前，此人或许是目前唯一一个突破口。说的也是呢，而且他的命数还被改了不止一次，真是有意思。什么？要不是因为他身体里面有内科，属下早就把他带回来了。如今他这种情况，吾等也不能贸然去带人，才让他逍遥到现在。只是再这么放任下去，不知又要惹出什么大祸。如果炎魔大人您真想见他，属下还有另一种方式，只是可能不太合规矩。哼，无妨，按你们的意思来吧，就让我见识一下那个人的真正模样。乘客们请注意，本次列车将是开往终点站的最后一班列车，请乘客们抓紧上车。开往终点站的列车马上就要结束了。总算赶上了。都已经这个点了，怪不得车上都没人了。当初从黄大爷家找到的那本外文笔记本已经翻译好了。如果当年那些外国人真的是被那神秘人故意引进元丘山的话，那这笔记本里说不定会有线索。久违的大单子，有人雇我们去山里开个墓，出价还不低，真不知道那里面藏了什么好。不放心我们才特意派了个向导来嘛。这个客户还真是多疑。不过话说回来，派过来的那个向导怎么感觉阴森森的，连脸都不让人看。见鬼，所有电子设备都失灵了，还好那向导身上的特制指南针还能用，
下午就要进山了，总感觉胸口有点发闷，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果然这本记事本就是当初进山的外国人留下的。如果记事本中的记事是真的，那这群外国人应该就是全古元的兵。至于那个可能使用了镇魂石的神秘人，说不定就是这群外国雇佣兵的雇主委派给他们的向导。等等，这么说来，如果能查清当年这群外国人的雇主，那么便能顺藤摸瓜找到那名向导，并救出镇魂石的线索。这东西似乎是那向导留下的，说不定能从上面找到一些情报。看来得尽快交给凌玉台，让他们去查一下。这一扇开的也太久了吧，是你们。终点站到了，终点站到了，请乘客们全部下车。手机啊。